让漫画更精彩，熊熊动漫解说。我曾经深信幸福会永远持续下去，但现实却是如此的冰冷无情。被救下的我们从此立下誓言，要为守护他人的幸福去战斗，再也不要任何人遭受我们如今的苦难。还是没用吗？开什么玩笑？为什么所有的毒素都对这家伙无效呢？太厉害了，你已经很努力了，我实在是太感动了。如此弱小又无能的女孩子却坚持猎鬼，一切的努力都是愚蠢的徒劳，这或许就是人类出色的地方吧。让我吃掉你吧，与我融为一体，成为永恒。在此之前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下地狱去吧，你这渣子。你这家伙，放开我师父。怎么会这样？之呼吸，四之行，红花衣。这家伙好快，好危险呀，我正忙着吸收呢，可以拜托你不要砍过来吗？被挑衅了也没有攻过来呀，是因为刚才这孩子给你打过手势了吗？真是了不起呢。告诉你个秘密，那孩子真的超级美味，看来你也属于上等的货色呢。你在里面吧，我知道你在。你这是怎么跟师兄说话的呀？好久不见啊，你怎么还是一副穷酸模样呢？闭嘴吧快月，变成鬼的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师兄了。